1:34。我刚刚上了这个机场大巴，这是我第一次戴口罩。我们开车了，记一段吧，搞不好不回来了呢。我现在进来了，给你看一眼啊，现在在排队了。就是只有国航的这个航班是排队非常长，看到了那边是口，然后大家其实就排了很长的一溜。你要测一下体温，然后要填一张表，上面有一个你最近有没有去过这些国家，居然没有瑞典。然后量一下体温，这应该是第一次量，但是后面应该还会再量。我过完了安检，机场人不多，但是真的没人戴口罩，除了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，也只有中国测体温，只有国航我看到测体温。我已经登机了，给你们看一下每个座位上准备的两瓶水，一个八宝粥，然后还有两盒吃的。这个吃的呢，我前面打开看了一下，面包、糖、巧克力，趣多多。另外一包是，差不多吧，有点水果什么的，还有酸奶。乘坐旅途愉快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. We wish you a safe and pleasant journey.有可能是因为早上吧，人也不多，而且你看休息的座位特别逗，每一个跟每一个离得都很远。消完毒之后，我们至少还要再等20分钟才可以上去。然后这个车现在我看加了我就站着这些人，加上我是7个人吧，这很复杂，因为我真的觉得牵扯到了好多的工作人员。然后我前面没有办法拍照，就是从我们后车的那个地方一直出来，经过一个很大的大厅，然后大厅竖了一个很大的大门。在大门上边有一条横幅，就还挺感动的。我现在在电梯里面，被护送过来了，但电梯只有我一个人，他们要和我分开乘电梯。已经进屋了，他们从外面刚刚把门封上了，特别好，就是回家的感觉特别好。